的贵宾，再次感谢国泰人寿的黄副董，还有志玲回娘家，还有大家熟悉的昆凌，现在也是 superstar， 以及我们永远的超级巨星关之琳姐姐，这次也特别来给我们支持啊！大家记得上二楼她的专柜，同时我们也辛苦了高店长，还有我们三位重要的推手：钢铁郎总经理、新校长廖小乔以及执行常务董事。我们在三秒钟之后，请几位我们先往前站一步，谢谢。来，三秒钟之后，历史性的一刻，这是一家极致的百货公司，他特别强调 A museum of fine taste in life。 三秒钟之后正式剪彩跟大家见面，倒数三秒，三二一，请剪彩。请大家看着前方，谢谢，站住你们自信的笑容。也谢谢各位长官、各位贵宾啊，今天一大早也特别来为我们剪彩，尤其要谢谢各位媒体朋友，大家辛苦了。来，我们视线一致啊，我们从右手边开始看起，谢谢。也请现场的视频朋友帮我们多多打卡，告诉所有喜欢逛街的朋友，微风新意开幕了，这里好吃、好逛、好看、好闻。来，我们请看正前方，谢谢中央。中间下方，谢谢，视线我们稍微低一点，中间下方，来左边，谢谢，麻烦左手边，谢谢，再次的谢谢大家辛苦了，今天特别秋高气爽，万里无云，绝对是个好兆头，微风细雨，业绩一定长虹。好，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把这个剪彩的道具先移开，谢谢，微风。一直以来都给我们很多很多美丽的画面啊，不只是微风先生、微风小姐各种装潢，那么包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现场，我们所有的会回到二楼他的专柜，我们先欢送关之琳小姐，谢谢谢谢，来帮我们引导一下，大家可以到二楼。那接下来在台上呢，来接受我们第一批联访的呢是林小姐，还有常董以及昆凌跟总经理小乔小姐，帮我们去迎接贵宾，谢谢，还有店长，谢谢，请帮我们招呼贵宾，来昆琳请靠近一点，谢谢。好，志玲请留在台上。好，我们要拍哪个组别？好，先这样子哈。好，来，我们再靠近一点，谢谢。待会我们在第一批的电子联访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先以常董为主，就以常董为主。那么紧接着呢，常董会去接受平面联品的访问，在平面媒体的访问之后呢，同时我们会请林志玲留在台上做个别的电子。谢谢。谢谢。好，还有哪边需要？那个中间，中正中间再来一张，谢谢。好，可以。好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，可以，谢谢，谢谢小乔，来，我们帮忙迎宾一下。